心的运动吗？还是摸奶奶不喜欢吗？哎呦，耶，对，阿姨的爱是天使。你看我低一点，长大点了。再来，三组，一起起。给你关了，阿婆，很多注意啦。那我说你要，你让孙养平唱一下童话好吗？一个题目，给他一个题目，他就开始演。演了哦、对对，他其实是很有表演欲的。然后因为第一次记者会，是很够意思。当时光良花了1995年从新人这样一路走到马来西亚的国。